真的很母汤。网路新挑战，把蟑螂放脸上自拍。为了要引领风骚，潮翻全世界，有些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就算是超奇怪或超恶心的事也不怕。我们都知道网路上最常出现各种挑战，但最近的这个新挑战真的让我们吓得不要不要的。这些青少年纷纷上传他们的照片，照片里蟑螂爬满了他们的脸。脸书上一个缅甸的用户 Alex Ong 就上传了一张蟑螂在脸上的自拍，写着新挑战你敢做吗？这则贴文马上就被转发18000次，而且还有超过400则留言。许多网友为了回应 Alex 的挑战，都纷纷上传把蟑螂放到脸上的照片。更惊人的是，其中还有一个女生甚至把蟑螂放进嘴巴里，另外还有一个人升级挑战，一口气把8只蟑螂放满了脸上。除了缅甸，这项挑战还席卷了其他国家的年轻人，包括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和印尼。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挑战很愚蠢，而且很恶心。有些网友也质疑，这些照片根本用的是塑胶制的玩具蟑螂。小编也希望他们是用假蟑螂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蟑螂不但能传播很多疾病，还是会吃粪便的昆虫。你能接受这么台哥的挑战吗？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。